浩然，都是我不好，我跟你道歉。你一整天都没开口了，跟我说句话，行吗？真的不理我了？以后都不理我了？ 我没事，在哪儿？啊！你干什么？你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我说过，给他三次机会，这一次我不会再把你让给他了。浩然，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？ 我不是你的妻子，又是谁的妻子呢？那这么久了，你还天天让我睡地上？不是你自己每天都不好地他的吗？依然，你认真听好了，我既然留下来， 就下定决心做你的妻子。不悔。不悔。现在想要后悔，也晚了。